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今天呢，要继续来实况快乐家乐园。哦，你们看，乔美说，最后一份工作了，最后一份工作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呢，已经招待30位客人进来住别墅了，我要工作了。要做什么呢？服装店啊，我已经帮杰克做了一间了。好吧，走吧走吧。服装店，这样做好我就可以看到破关画面了，对不对？听说有一个很精彩的破关画面，我也想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把服装店给做好，然后来看破关画面吧。流行指标吗？好，反正我都是红色啦。哦，外面也是红色吗？外面黑色好不好？门在红色，白色，白色好像比较好哎。白色好了，展示柜，展示柜吗？酷感，就是要酷一点。简约好像也不错哎。典雅，典雅也很棒，酷感好了。哦，好快哦 ，OK， 走吧。哦，这布置是怎么一回事？贩售不同的进货商品，你要跟刺猬三姐妹拼是不是？来展示商品，真的吗？哦。哈？什么意思？好哦。哇，服装店。那希望人吵杂一点哦。我们来用个都会吵杂，都会好了，不会那么吵。那居然有车子的声音。展示用人形模特儿，然后还要一个收银机。那我们先来决定收银机的位置好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吵哎！我想要做这种收银机在正中间的，自然木色好了，酷感。我们这间店是酷衣服店。再放个衣服堆在这里，试衣间放个两间，试衣间外面要放个镜子，用这个优雅镜子吧。我好像误会它的使用方式了，应该摆这样子才对。我忘记放柱子了。在这边角落放一下柱子，这里也要放，这样子柜台看起来有点挤，让它稍微偏一点。地毯也换小张一点。收银机，那以我们店的位置呢，这个方向看过去是海，所以我想要用这个南方海洋墙。接着呢，我们用分隔墙放在差不多中间的位置。接着呢，用这个混凝土分隔吧台。这样子呢，这一块它就变成一个大型的落地窗了。只是这边呢，又放不下了。这边呢，我们再来调整一下。挂衣架柜放在这里，两排。那这个空间呢，刚好来放这个。再放几个假人头在上面。然后这个模特儿呢，则放在这边靠窗的位置。
这里放个优雅沙发，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坐在这里，让它换个颜色。这边呢，放个挂衣架，黑色。服装展示架 S， 这个太好用了，可以多用一下。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卖鞋子，因为卖鞋子的话呢，就需要这种椅子。把地板换成木质的地板，好像整体上会更好看一点。在柜台后方呢，放一个类似在办什么折价活动的海报，放个高级音响，我们来播个我喜欢的歌吧。这一区再放个比较不一样的，把音响改到这边来。这里是折价区，不是免费的哦，50%。镜子可以再多放一个，决定把这边都用掉，然后把一个移到这边来。柜台好像还有空位，所以我稍微再往后移一点，让它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椅子呢，就可以摆到这边来了。衣服的层架呢，我也要帮它换个位置。因为这边呢，我想要来做一个帮人家修改衣服的地方。缝纫机、优雅灯、藤边凳子，来这里。那我们墙上呢挂几件这边帮客人修改的裤子，水晶吊灯，分别放在两个地方。再来呢，放一些植物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哦，只要放一些植物呢，一切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缓和哦。我们好像可以放一张离客的海报在这里啊，放在这里。哦，这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我的服饰店好咯，虽然我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才帮杰克呢做了一间服饰店，结果来这边呢又要做一间服饰店，就跟我帮小润盖了咖啡厅之后又要再盖一间这边的咖啡厅一样。这边呢再稍微换一下位置，好，这边再摆上鞋子应该就没问题了吧。这样子最后呢，我们再摆一个下半身人形模特在这边好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摆到啊，放在这里应该不会挡到路吧。那就这样子啦，都完成了，跟乔美交差吧。完成了。进什么服装啊，什么都可以吧，什么都可以好了。虽然我比较喜欢帅气的，但帅气是多帅气我也不晓得他们的标准，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原来是纳提负责进货的吗？哦，让谁在这边工作？店长不要胖嘟啦。服装哦，谁呢？杰克吗？他自己就一家店了，还要在这边在两家服饰店打工，不好吧。阿姨呢？我的阿姨好像没有分配到工作，因为我舍不得让她工作，但如果她来服饰店上班的话呢，好像是个不错的挑战了。哇，好可爱。就阿姨了。好，取名字吗？取名字，好，就取这个名字吧。Kicket Fashion Clothing， 简称 KFC。阿姨的店哦，阿姨的衣服店，很不错，对吧？对，就这样子了。耶、yeah!露露看起来很会买耶。
多买一些，多买一些。啊，原来那些假人会自己摆衣服上去啊。我现在才注意到拉拉米也在哦，人太矮了，太好了，很不错吧？我也要在这边先帮阿姨拍个照才行。哎，等一下，露露，你挡到阿姨了。对对对，好，啊。错过了，嗯，哦，走回来，走回来了，好，就是现在 ，OK， 就是这一张了。但是呢，我想帮阿姨换个衣服啊，你怎么可以穿这种黄色的衣服呢？你要穿红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穿这件就可以了嘛，哈哈哈。工作人员的衣服怎么只有两种颜色啊？蓝色好像不错哎，刚好配阿姨的头上衣的那个颜色，穿蓝色好了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又在晚上开幕的。乔美刚念这一串是不是有打结？太好了。完成了耶，太好了，真的大家都很开心吗？超棒的，我每次都讲这句。来吧，纪念照用这个吗？看不到阿姨的眼睛耶，晚上太暗了。嘞，我觉得拍得很好哦，太好了，哦，可以举办活动了，哇，我们也玩了一阵子了，应该有两个礼拜了吧。你过奖了，真的是一群很好的工作伙伴呢。哦，我们要去活动会场了。那提突然拿出了两根棒棒，哇哦！哎，大家穿的什么奇怪的衣服？什么？那是什么声音？哦，这是什么干冰吗？那什么东西？电子花车，哇 ！DJ KK， 哇，这样还有特写，太帅了吧！哇！电音趴吗？还有干冰呢，哇！喂，好赞哦！哇！耶！啊，是不是阿姨被我拉去当店员，她没有办法出现在这里啊？独当一面的专员，哇！哇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哇哇哇哇！耶！哇，学个豪宅，学校，好开心哦！哇，我
我所有布置的家吗？两只企鹅，嘿嘿，我的在地西餐厅，特写是阿姨的照片，耳光跟人品的蓝色猫咪派对，天佑远人的诱人大浴场，松鼠的农村生活，哎，我的粉嫩偶像团体，乡村咖啡是松鼠咖啡厅哦，耶！庞克斯跟花娜超酷的直播房，古风跟查查的合宿，悠悠的 Phasmophobia， 阿波罗跟银格的神英国的古代科技，要你活诊所，恐怖医院啊！柠檬娜，百合的绘画教室，奥利躺在大床上面熟睡，风姐气球之旅，我超喜欢风姐这一间房间的，耶、yeah, ！店长阿姨，超棒的，啊，好漂亮哦，这个星空。啊，结束了！哇，好感动哦，好感动哦！这最后，大家在这边跳舞，啊，跳舞了！是谁啊 ？KK 不是吗？你不知道吗 ？DJ KK， 原来你可不知道吗？哦，真的假的 ？KK 是女朋友，好厉害！待会去找他签名好了。真广啊，真的，太好了。好哦，我也会继续更新下去的，耶、yeah! ！啊，辛苦了，腰好痛啊。哦，两万五，太好了！哦，适合音乐节的商品吗？好哦！哇，真的这样跳舞真好开心哦！我觉得好棒哦！啊，我学会了跳舞的表情了。哇，大家觉得怎样呢？我很想一路玩过来，我好感动哦！哇，我现在在外面都听得到哎，去看一下。哇！哇，好热闹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来服装店看一下啦，是不是有在卖他们穿着那个很奇怪的衣服啊？嗨，阿姨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在卖、欸。我要这个吊嘎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女生穿的？仔细看一下，好像是，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安全衣耶、欸。等一下，啊，忘记把阿姨的口头禅设成可恶了啊！有海滩裤，我要买这个，买。哈哈哈！阿姨只在讲可恶，可恶。这个也不错。哈哈哈！哦，这是会发光的眼镜呢。买买买！这叫我们口头禅要取好，不然会一直讲可恶。好像这两件都是女生的，但这件应该还可以吧？民族风拼布，好，但不能马上穿。我们来换一下衣服吧。这边更衣室可以用吗？不行，一定要回去。好，虽然呢，衣服看起来有点杂，
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很……原来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融入他们了，一起跳舞。回来，风姐怎么在这里了？我也要跳舞，哇，多那么多跳舞。站在风姐旁边一起跳舞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大家身上都会闪闪发光哎，这真的好愉快哦！好啦，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啦，大家也努力的过到这边来吧，画面太美好了。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啦，我要再继续待在这里跳一下，哈哈哈哈，拜拜喽。